讲心唔讲金，张秀文破产男友大起底。现年29岁，2010年港姐亚军张秀文拥有导弹身材，被封为无线新一代 Mason， 成功俘虏无数宅男。本来拥有大好前途嘅，但系 Mason 讲心唔讲金，就同曾经破产嘅前经理人仇耀斌拍拖，恋爱大过天，发展地下情啦。张秀文男友仇耀斌现年43岁，比张秀文大咗14年，其貌不扬，既非富二代，亦都唔系财津。專業人士，不過佢嘅來頭都唔細啊！父親係香港一代足球名宿、亞洲國門仇之強，佢本人就早年喺加拿大讀書，96年就參加新秀温哥華區選拔賽，贏得亞軍啦。99年回流返港，喺連卡佛做售貨員，03年奪得傑出服務員獎。不過佢係一位曾經破產嘅人士，09年申請破產，13年中破產令被解除，而且據指一名同名同姓男子喺08年11月因為涉嫌管有危險藥物。惹上官非，但系仇耀斌就一直未为陈年官非回应啦。虽然仇耀斌个底花碌碌，但口才出众，冧死人啊！年前因为担任张秀文嘅 TVB 经理人嘅时候，近水楼台成功夺得 Mason 芳心。不过喺同一公司之下，避免惹人下线，拍拖都尽量低调啦。甚至二人去年被影到拍拖行街都打死唔认恋情啊！有传系因为无线高层施压出手拆散鸳鸯，佢哋先唯有发展地下情。直至去年年尾，男方转到去黄祖蓝的手工艺工作室工作之后，感情就随即采取开放的态度。近半年忽然变得高调，男方已经不再避嫌，而且大方晒合照，急不及待将自己正印男友的身份大公开。